呢。啊，走嘛，走嘛。好，走。这弄啥物了？啊。咦，今天上午弄的啥去吃？随便弄点家常菜。还有好远喽。往这下边转。嗯，要得，好，好。二妹。啥子？你看我们朋友起来喽。Hello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快点，里面坐，好热。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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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得，要得。快点，你坐，热得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耙耳朵的老公。今天有朋友走我们来耍哈，今天买了个鸡，买点排骨，买点牛肉，我们整点家常菜来招待他们。我们把鸡用来洗一下。二妹，拿个盘盘来。要得。把我把那个排骨也放上洗洗嘛。好。土豆一块弄来，把它那皮皮上去。把排骨嘛摘小哈，我们。大官，今天中午弄啥就好吃了？弄个土豆炒排骨。哎呀，还安逸安逸，看到做排骨都安逸得很。咱多尝一下嘛。要得要得。我看有没我喜欢吃的哦。这儿你就要尝下手艺。要得要得要得。嗯，这个新鲜的，安逸。再来点泡生姜、泡海椒。来点竹笋哈，我们。锅里来点油。花椒来一点，来把鸡拿放下来抱起。先抱一下，抱香。来点豆瓣，来点泡生姜、泡辣椒。哎呀，这个水安逸。